台南的住宿，刚到台南，榻榻米风，耶！哦。这里是交易厅，哎，都没有，都还没有人呢。日式风格的交易厅，怎么样？这个风格怎么样？我觉得很不错哎，也是特色的。哎，是在这里就要脱鞋哦，还是没有？应该没有。是在这里。是吗？监视器吗？有一只。我们还是要自己注意一下，要互相提醒一下。OK。不然我们刚刚进来的很顺手，感觉不像要脱鞋。我们要出去吃饭了。哎，他这样就会锁了吗？对。有吗？有。要不要一个菜？啊，可以啊，高丽菜。那个高丽菜好了。再一份高丽菜呢？对。对，就这样。好。吃饭。加油。谢谢。谢谢。台中的，然后呢？我们在奇美。然后那个 YouTube 评语刚刚很聪明，什么？关于停车场这件事，我就是想说礼拜一，我们现在是礼拜一的下午，然后我们就要找机车停车场，然后就是有人明明进了停车场应该就是有位的，差点要骑到远的停车场。他就是投其所好啊，知道我喜欢小道，所以叫我赶紧骑下去。Great, you want? 礼拜一怎么可能满呢？你不要小看台南的魅力好不好？台南的网友攻击起来，他就是鄙视你们台南礼拜一怎么有人。靠呀！丫丫哎，你们往哪走？这吧。好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那也可以啊，还是那都可以吧。那里有一座桥，我们去走桥吧。那我们要拿着兔子造型的钥匙吗？抱着丫丫可以吗？是这样，好累耶，好累。我们已经玩到第五天了，玩到累了。原来要玩一个礼拜也是一件很难的事。哦，对，我们就是各种奔波。对啊，有车的话就会方便，不过有车的话也是累了。而且有车是只累一人，还没有人帮你分担。对，你就是自己想想。就是需要司机。很清幽的感觉，不知道进去要不要门票？票就付了吧。
很适合拍什么周董的歌的 MV 耶。很适合拍 MV 吗？好像是哦。小喵喵。依然范特西啊，马德里不思议啊，告白气球。告白气球。我们来这里拍拍照。可以啊。这个树下。可以啊。前面的树。OK。前面的金黄色那里。有种小国外的 feel。哇 ，OK 了。哇，现在人少，就是可以大拍照。可是这有什么好拍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因为它是欧式建筑吗？是吗？那你帮我拍好不？我帮你拍，帮我录影就好了。我帮你录。那你不想在这边拍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。你觉得大家都这样吗？不是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值得拍的啊。纪念品区，那是展品哦，是哦，我这个展哦，影子展的纪念品，对，不是我们的，一般观光客不看展品。你来逛鸟树。你知道我那个圣诞节 dress code 的衣服就是跟他们买的，那个洋装。哇，超可爱。好，反正我们现在就是要吃丹丹汉堡，吃丹丹，第二次吃丹丹，然后都是来台。小皮哦。怎么了？早上就想喝热热东西，就算热。就是你觉得很热，可是你还要喝热的，你已经热到就是要脱那个脱外套了，可是你却还点热的。对啊，我很神奇，很神奇啊，超神奇的。这种睡好吗？他说内用不提供吸管，对，大家都撕开喝哦。然后有。
你这种是好吗？还可以啊，跟平常一样。怎么了？问一下。你呢？我有啊。你难得睡那么晚。对啊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好神奇的东西哦。美露加咖啡吧，那还蛮好喝的，真的吗？我还融啊，因为不会有咖啡那么苦。哎，不错，蛮特别。吃鸡腿堡。美露咖啡，有车。吃完丹丹，现在来安平树屋走走。我先付了。啊刚刚那条是友爱街，哎、欸，不好，你等我来。它是，对啊，这条国华街。很珍贵。奇怪，他也没有问我全路。我看到他可以选全路。